看到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跟土耳其总统埃尔段通了一个电话，那提出这个乌克兰达成了和平协议具体要求。就根据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的说法，说普丁停战的条件大致分成两大类，第一个呢是说是乌克兰保持中立，不申请加入北约，而且乌克兰要裁军哦，保证不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。那第二点是说这个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，还有这克里米亚半岛地理的这有关呢。外界认为普丁可能会要求乌克兰放弃顿巴斯的主权，而且要承认克里米亚已经归属俄罗斯。那普丁在通话当中还表示，为了达成共识，他跟泽伦斯基必须要面对面的谈判。